天啊，同你玩嘅游戏。玩咩游戏啊？神神秘秘咁。知唔系掘窿游戏咯？学阿聪哥话斋，包保你快活。傻噶，你都掘窿有几快活啊？够唔够啊？啲骑练喺星期日赛事入面夜晚咁快活啊？一样快活。当日最快活嘅相信系大魔啦，事关佢终于凭心欢笑首次喺六月赢马，而方家柏同蔡若航都有一场头马进账，而家方家柏仍然以两边领先大魔。另外，杨启棠喺赛后宣布退出骑师行列，因为佢决定去澳洲修读工商管理学，而家仲未知毕业后会唔会再做骑师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哋都祝福佢噶。有边树掘窿我呢？吓，乜你仲未死心噶？好心你啦，掘窿又身水身汗又无聊喎，不如你放弃啦。啊，我介绍个第二样更加好玩嘅嘢俾你玩啦。有边样 hit 得过掘窿咁好玩啊？玩杀科够 hit 够好玩啦啩？嗰日大把精彩活动啊，有排你玩啦，仲使乜掘窿啫？我都玩掘窿啊！嚟紧星期三系今个马季嘅杀科日，沙田马场将会举行精彩赛事，嚟捧场嘅马迷有机会获赠最受欢迎马匹迷你模型珍藏版噶。另外，当日仲会举行冠军人马奖颁奖典礼添。喺赛事之后，草地跑道会上演闭幕汇演，到时著名歌手林子祥同泳儿会喺现场大唱首本名曲，保证马迷尽兴而归啊！按照杀科传统，最后当然唔少得全体骑师出嚟大派礼物，答谢大家嘅支持啦！喺度约定大家到时一齐嚟尽兴杀科。Chana 你讲得好啱，净系玩掘窿的确系有啲无聊，所以我决定将呢啲贴咗骑练上嘅人形公仔放埋落个窿度，增强佢哋嘅攞奖运。旁门左道，我唔信啊！冠军人马奖嘅冠军骑练奖项同埋马王宝座可以好似你咁啊，唔使靠实力，系掘窿啊掘到翻嚟。应该点样放咧？喂，哇，中你！马季即将杀科啦，冠军练马师争霸战已经进入终极一击啦。方家柏、大魔同蔡若航三人头马距离都差得唔多，所以喺杀科当日分分钟形势会大逆转噶。至于冠军骑师嘅宝座，绝对系伟大嘅囊中物。因为未到杀科，佢已经以96 win 喺骑师榜上遥遥领先其他骑师啦。而万众瞩目嘅马王，而家嘅大热分子就有好巴巴、年华生辉同爆冷，究竟边匹能够脱颖而出？7月1日冠军人马奖颁奖礼自有分晓。Chana 真系俾你点醒我，掘窿系唔啱我噶，所以我决定翻去睇电视。咁咪好咯，一于咧就翻去睇星期二凌晨12:05嘅三枪不着啦。下集阿姨再见，拜。7月1日沙田压轴日赛，最受欢迎马匹迷你模型珍藏版真马迷。